啊，大家早上好，这边是南海观音神仙庙的一个锣鼓啊，它有圣毛啊，圣毛，这个锣鼓那个师傅跟我们讲，这个锣鼓四年前已经开始圣毛了，四年前刚生出来，哦，这个锣鼓打了五十多年了，现在做的是五十多年了。啊，生毛出来，这个生毛出来，后面也是有啊，后面也是有，后面也是有，可是后面很难拍了，啊，这无价之宝，啊，全中国我们马来西亚做马来西亚啊，这些都是信徒来的啊，啊，出来，啊，这个是他的师傅，是这边主持人，啊，他告诉我这个锣鼓有。自动顺毛，四年前已经顺毛了，很奇怪啊。他说是神灵的作用啊，他说是神灵的作用啊。庙中建好了，我是设计师周世奇，今天有缘来到这边，跟这个啊。这个钟也是五十多年了，这个你会知道，这个木是五十多年了的，这个木是这样的。然后那以前没有这个木，这五十多年了。哇，其实这大家不太难啊，全部生毛越来越长了的哦，全部生两个越来越长了的哦。这生毛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神灵有一个奇迹的在它这里出现了，那里有那全马的没有马的没有。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，如果会生毛哪里？没有看过。啊，现在我周世奇是就是。把这个锣鼓生毛的现象啊拍下来和大家分享啊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扎西达嘞。